好，我是秋子。我们现在在广西钦州灵山九妹姐姐的家乡，非常荣幸呢，受到今日头条的邀请，过来这边参加今日头条三农创作者发布会，真的非常荣幸。发布会也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现在进去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是小六的支持，很多很多跟你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下午好。等一下呢，秋子还要上台讲话。对。你先忙吧，我还是把帽子戴上来吧，太阳太大了。现场来了好多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大龄大卡都来了。Hello， 这就是秋子，好美呀、啊！我有一拍一半美就好了。我第二次来到灵山了，来到姐姐家里面。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到我家来。还有小六，你干什么啦？谢谢九妹的盛情款待。这个就是小乐的，不是我大小乐。大家好，穿上我们孟家的盛装，现在我要去吃饭。暴雨下了一天啊，现在我站在电风扇面前，好点，快点。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谢谢。这个是我哥哥。你好，你好。可以拍一下陈月飞。哦。百度了一下，我刚才。下周去湘西这个拜访一下。好，可以过来，可以过来玩的啊。对，小西，第一排，小西，来，小西。我是感谢你的配合。Thank you.